哈喽，我是梅桑，欢迎回到我们的 RO 转蛋系列。这个魅魔转蛋要结束了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抽啊，所以我们就来抽一把吧。我准备了150张券。开抽之前我们看一下有什么美的吧。看一下这个衣服哦，是蛮露的啦，但还好。这头发是男生的吧？哦，我记得这个头发蛮美的吧，我看人家用，就以这个黄色的啦。我们抽黄色的一趴也可以，如果抽到一趴，我们就是20%存入啊。开干，第一抽，卡片产业，再来一抽，哎呀，这个男的，这个是男的，哎呦，可以换的嘛？我不要男的嘞，我，哎呦，你要给我一趴也是 OK。干，多一抽啊，这样随随便便就抽完了，又是残台，干，他有出头发了。只是是男的，看一下我戴上去，好丑哦！这个存起来，我记得我还有34张蓝色的吧，不然就去抽一下哦，太快了。OK， 来抽一下这个，刚好30张。这个大奖好像蛮有用的吧？经验6可以无视那个180，有一个小熊，这样我就不用买那个石头啊。这是什么？茶杯？哇，我非洲人呢。OK， 这样子的话，今天这个转蛋就在这边结束了。又是非洲人的一天。OK， 如果喜欢就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。还有这边提前说，关于更新的那些东西都会在3月28号过后才会出影片这样。我们更新后见，拜拜。